这个小肉粽，小肉粽吼，这个主地伊打开始出来，原名叫做卖肉粽。嗯，哦，打开始叫做卖肉粽的对吼，这是咱台湾正后的时期呢啊，第一首的这个叫做台语的流行歌曲。卖肉粽的卖肉粽。来卖卖小肉粽，哎对对对，上早是卖，较早是卖，啊后来咱再甲改做小肉粽安尼对吼。哎啊，这个做啥呢？这创作的时间呢，伫咧差不多1949年了对啦。嗯，1949年就是这个做国民党大走落来迄年安尼啦。好，1949年，好对对对哈。啊，这个做1945年民主大战结束嘛，日本人离开嘛。1949年我1946年出世啊，1949年嘛我出世一两回啊。哦哦，你输了三回啦，你赢三回啦，我赢三回啊，对对对对，哈啊，一九四，现在唐友林那个周围都去，你怎么那个一堆啊？唔知，佮中国应该一个考倒的啦，你两个都唔知一堆啊？也唔知一堆啊，对啦，哈啊，这个我估啊，1949年的时间呢，有着什么人来写词作曲的呢？这是一个张库。东雄、啊，东雄，对，张库东雄，东雄，一厢情啊，一情啊，东情哦，我也是情嘛，哎，松嘛，松树就情啊，情啊，哎对啊，阿弟名啦，对，我那读读情啊情哦，我读雄，应该读雄，应该是阿雄啊嘛，雄，哦哦哦，对对对，这叫张库东雄，一写词啦哈，啊，但是做曲的人呢，啊，我那是伊哦。就是这个曲，这个台湾做的曲，哎，这东西伊家己来写的，伊写词兼作曲啦。对对对，伊本身阁是一个老师，哦，本身哦，本身是一个老师啦，哈。啊，至于讲这首小肉粽打出来的时阵，原名用作卖肉粽，第一个笑的人是啥物人，已经无得查，无得查。但是大家拢知影，这是咱过今发生的有无？姓名刻了对啦，伊不要去录的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哈，过今发哈啊，当时呢啊，这个做过冰根呐，我拿有家笑做这个做广东歌。哦，哎，我那个提起叫做广东歌就对了哈。啊，另外个后北京语也肯改编啦。北京语也没哪改编，我唔知啊咧。我冇听北京语咧。我慢慢听过咧，我等我找看麦啊。啊，那北京语听看。我等你找看麦。听北京语把劲啊！哎呦，没啊没啊。对啦。没啊。哦，你也冇听到，我冇听到啊。咱在座同事话，有可能足侪人拢冇听到。哦。啊，佮听我是笑了是安那。哦，这北京语吼改编的版本呢？不要笑小肉粽这三字是不要笑出来，我唔知啊。卖肉粽卖三字是不要笑出来，烧肉粽，烧肉粽。我问你，这三字讲用北京语讲就讲未出来，你懂吗？直悲直叹苦命啊！赶快的挂住，读了一边，停下挂住，伊就甲改版。哦，北京人就甲改版，啊，后边甲改做啥物，咱是唔知啊。改版就无会讲啊啦。等下我找看有啊无。赶快掉啦，啊，改字啦。有有有，哈啊！这里后边来呢，陆陆续续哈啊，这里有真侪人笑过了，对。哎。哦，真侪人笑过了哈。后来，咱来个讲伊这个背景。这个当时啊，这个卖肉粽吼，卖肉粽，打开始创作的时阵，拄啊好台湾拄啊战后啦，啊战后迄个经济状况足歹，哦经济状况足歹，你拢无拄着啊？哦，但做分析团啊，像我这年会可能会拄着啊。我哩在暗时啊，尤其寒人来困哦，是，拢会小肉粽。但是小肉粽真正伫街仔路，伫个阮咧巷仔路嘛。我咧，我咧，较早无大条街嘛，除了讲市啊，讲较大条诶，普通拢巷仔嘛。巷仔，巷仔即画小肉粽诶中间，我拢有听啊。我捌听过一厘米，一厘米哦，一厘米，我都捌听着啊。哦，来，阮遐中号先。迄阵真正拢会画小肉粽，啊，迄寒人诶时阵吼，啊，就好啊，买一粒要来食。啊！但是迄个时阵经济无好的状况之下，一粒肉粽要卖偌济啊？我唔知啊，卖几只啦？我看迄粒卖等于，我就讲囡仔咧。我看迄粒卖等于厝内十几个做伙十几粒无？我知，哦对唔对？这这肉粽照你讲起来，伊迄个时阵可能料啊无像即马遮丰富啦。哦，可能迄阵肉粽较简单啦，吼。哟，简单讲就是讲呢，当时即个
原名叫做《卖肉粽》这首歌曲创作的时阵，拄好台湾战后啊经济大萧条的时阵啊，啊经济大萧条当然因为战争嘛，这一定的嘛，啊上重要就是安那呢，就是1945年单以来嘛，单以来了，足侪台湾人全变无头路去嘛，吼，啊，哎，对，啊了，佮加上讲1947年的二八，佮阿边大多杀种种有诶无诶，啊了1949年这首歌就出来，哎对，哦这首歌就出来哈，啊迄个时。阵整个台湾呐，会当讲啊，迄个物价波动足恐怖诶，好物价波动足恐怖，啊失业率非常诶悬啊，对，是安那失业率也非常诶悬，因为啊，200万诶，即个走路诶人走来咱台湾，占咱诶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原本即个叫做啥，即个讲叫做会晓讲北京语诶，讲对，但未去学校教国语啊。咱得看因诶，系啊，咱抓来看因诶，食钱，咱得看钱回回呢。交税金了，对，这咱老一辈大家拢知道。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迄个时阵叫国民党走过来吼，这美国你也甲我算甲足清楚的，这以后再算。当我选到总统，我做你家。你不去蒋介石，去美国？不啦，蒋介石带过来啊！蒋介石时阵嘛是美国细汉的年嘛，对不对？那是美国甲载过来嘛，所以这条是算美国的。啊，蒋介石爱看伊算的，就讲你台湾在台湾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这爱看伊算的啦，哈。啊，这个歌词内底充分反映出当时啊，咱台湾民众啊生活艰苦的处境啊，那个对。啊，所以这首歌原名叫做《卖肉粽》出来的时阵哦，哦，社会大众大家当公安啦，拢会流传啊，流传，就讲、是。团笑、啊！听你讲，你开好这条歌，阿边阿笑啊，哇，大家笑，阿来你笑，我笑，介只咩都会当安尼笑两三句啊，对不对？自比自叹太命人。啊，对，至少都要笑几句，哦，对不对？几句啊，大家拢要笑啊。哎呀哟哟！啊，结果呢，因为这个歌词啊，将着这个台湾当时真真正正实际的问题，反映了上过头先真实。哦，听伫国民党的耳腔来讲，啊，你怎么办啊？是啊，你怎么办？要做我哪里？系啊，你这样艺术家是阮来遮，啊，你生活变作歹啊呢？生活变作歹啊？啊，熟悉到安尼？啊，熟悉到，伊都唔承认嘛？200万人，顶下来遮吞价，对不对？咱有交税金可以咧？是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国民党这边的新闻局怎认为讲，啊，这首歌去甲台湾写甲伤悲惨呐，伤负面呐，吼，怎个变成禁歌了？对啦，禁歌太。讲未了啦，是啊，这个做过金发先的吼，伊怎甲这个歌名有无吼？甲改做小肉粽，嗯，哦，原来小肉粽是过金发先生改的，改过是吧？而且甲第一句本来是自比自叹歹命啦，对，但是迄个时阵因为这句话，迄个国民党听未落啊，我们弄听未了，哦，对不对啊？我来恁就变歹命啦。我头我笑到安尼。系啊，啊，我那走恁就变好命，我叫就是安尼。恁那走恁好命嘛。但是这么高阵时都走啊，都比我一低咧。啊，所以过金发先生呢，主要甲这第一句的自卑自叹歹命人甲改成啊啦呢，想起细汉真活动啊。想起细汉真活动，嘿，对，但是我听的是自比自叹的。我知，啊，但是后来咱个笑倒转来，哦，个笑后来，哦，不是阿伯，哦，那时阵是安尼笑，那时阵红金的时阵，我改做讲啊，想起细汉真活动，那这国民党这好歹啊，伊个听出姑娘就讲，嗯，安尼会啊，伊那拢真活动，安尼好啦，安尼也使笑一笑，好笑，所以呢，怎中心怎搁再出版安尼，这句我就唔系啦，这句我就唔知啊啦。想起细汉真活动，有人我不敢那么听过这个版本。你不听到呢？我就我敢那么听过。但是咱今麦较识的就是自卑自叹歹命。我那先我笑这地哈，他们录，你笑这地真赞呢。无我录这无啥好，因为我无啥吃饱，笑未出这感情。来好，咱大家看哈，来这个作者呢？张库东雄伊个太太咧回忆就对啦，其实啊，当时就是有一天的半暝啊，啊因这个翁婿呢，就是张库对东雄吼，伊是伫台北市立女子初级中学，就是即卖金华国中啦，伊是伫遐咧教册。啊因翁婿呢，当时啊，从这个学生啊考试卷吼批完了后呢。突然间听到伫咧窗仔外呢，传来着这个人啊，这个卖肉粽的声音啦，对窗仔外传袂来就对啦吼。啊，传来着这个卖肉粽，听到到底，
这个就做啥呢？这个张库东雄先生吼，伊听到到就感觉讲，唉，想下咱的日子安尼即嘛，会变加安尼遐尔啊无好啊，是安那，可能有感慨吼、哦。所以呢，怎啊呢？开始下讲，伊就心内咧想讲，阿巴多枵的人，那听到这种话声，嗯，嘿，阿多会更加枵。巴多路枵啊！系啊，你若无钱人去买啊？你若有钱摊买咧，有钱摊买啊，就买就枵啊。啊，那多阿巴多当也是囡仔多当也，啊，听着佫无钱人买，佫话可怜。嘿，但是伊佫想着啥？啊，迄个卖肉粽的人的生活又佫何等之辛苦？嗯，半暝啊，哎呀，半暝啊时阵哦，啊，底下花安尼就对吼、嗯，所以呢，这个张区东雄夫人呢，怎甲因翁婿张区东雄甲讲讲，哎、欸，咱看唔甲这个卖肉粽，嗯，写一首歌看卖啊、哦，原来这是因太太改建议安尼就对了哈，啊，所以怎安尼写出着这首的歌曲，哦，写出这首歌曲就对哈、嗯，啊，这歌词内面呢，主要咧写就是讲。一个已经对学校毕业的少年呐，啊，找无头路啦，啊，佫也无资金通去做生意，所以不得已呢，暂时啊，怎啊安尼打着这个肉粽打啊，规四过安尼沿咧街路啊，落去卖肉粽安尼就对吼、啊，所以这个歌出来底啊，点出着当时台湾的生活状况、啊，佫就是卖肉粽，啊是顶顶迄个小贩呐，迄种心声安尼就对吼、好，啊，这个小肉粽吼，用卖肉粽用。禁了后，甲改第一句改掉了后，就变成阁会使笑安尼啦吼。啊，这个叫做1973年的时阵，郭金发先生呢，伫咧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太阳城餐厅咧作秀的时阵啊，这个太阳城后边呢有搭了一张台湾警备总部司令部的公文就对，讲。要唱这个小肉粽这首歌呢，一定爱甲观众成功。台湾早年生活困苦啊，所以呢，才有这个胆会出来咧卖这个小肉粽。嗯，啊，即马生活拢富裕啊哦，即马已经改用乌多麦，啊是店家咧卖小肉粽。靠！这国民党还生，靠！这真没。我听个电话是干嘛都疲劳，你讲了。我是感觉足好笑。讲郭金发先生要登台要唱这首歌，警长啊，佮兼打一个公文底下，讲听郭金发先生讲，你要唱这条歌曲，就爱心甲观众讲，啊，各位观众欢喜哦，来到咱这个太阳城餐厅、哦。啊，我正要唱的小肉粽，这是较早哦。较早你的时代哦，较早哦，生活艰苦、啊，所以呢。来都不讲 啊！所以这个打吼，拢用打啊打咧四过未啊？今麦无啊，我今麦拢做葫芦啊！仲会开爱吃面煮，我想拢无咧。系啊，我问啊，想啦吓。本来真系唱一条呢个红的歌用，你讲咪得劲啊？太济，本来真系劲太济。啊，劲太济啦！吼，嗯，啊，这个诶，唐毅这边啊。这骑钢罩还是小处理哪个啊？要挂墨镜噶？这个贵金发，你咧迄个都太阳下，这讲金钟的大公文，这我今下你得变怎样？啊，去打这个北齐公文的真相，我也是在讲，讲到这个京东就无效啊，你啦哈！来，啊，咱今嘛呢，咱就来个欣赏着咱贵金发老师哈啊所演唱的这个做啥呢？贵的小肉粽，小肉粽哦，小肉粽啊，原名叫做卖肉粽啊，你就对了哈。来，用动动脚，感谢。Thank you。
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。今麦是广告时间呐，要来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的。那船拄啊好，对楼顶十三楼船啊跳落来。安尼哦，啊船啊一只，船啊跌落。安尼哦，哎，一只船跌到这个卖肉粽的黄先生啊，都掉哈。啊，这个黄先生呢，这尾啊肾病不治死亡。啊，这查囡仔无。啊，迄个查囡仔肾病医疗是两支卡受伤俩。哦，刷装无事啊呢！哦，这是接了这个一台湾的，那讲啊，这不要讲啦，简单讲就是，人讲叫做小肉粽事件安尼啦，人讲第四卖肉粽的，就是安尼啦。哦，有哈、哦、啊，这发生这久啊，但是以后那是讲啊，又搁有类似这种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大家都随去想到讲啊，迄个时阵有一个卖肉粽的人，去这个跳楼的。哦，怎安尼个？嘿，阿成，你无讲这真少人知哦。嗯，这应该真侪人知啦。这种社会新闻做报做大呢。安尼哦。系啊。啊啊，不要聊聊俗俗，有那有鬼惊啦吼。啊，但是拢唔是咧卖肉粽。哦。啊，就是这个黄先生啦吼，啊，真不幸，人怎不幸怎过往去安尼就对吼、哦嗯。好，啊，后来呢，这首小肉粽吼，啊，这个就做伫2006年的时阵，这个亚洲运动会吼、嗯，这个亚洲运动。会大会呢，怎用这个小肉粽伊甲顶边吸，嗯，甲编做这个较轻松的版本就对了、嗯嗯嗯。啊，作为呢啊，咱台湾的这个承办代表队吼啊，伫咧这个做棍棒球的时阵，会加油的歌曲，嗯嗯，哦，甲变落较轻松的就对吼、嗯。啊，现场的球迷啦，甲球队拢恶乐甲对边去吼啊，这个做啥呢？啊，迄个时阵现场报上的到底啥物人笑的？嗯，就是讲，迄、那个较轻快版本，迄是啥物人的声音？即、這个较轻快版本，用迄个切切来做。可能听无得较加紧啊，是安那样啊吼。啊，结果啥物人笑的呢？我竟然讲到将士，讲无一个定论啊。啊，系啊，讲到唔拿啥物人笑。差不多。可能嘛，可能2006年的代志呢。2006年啊。系啊，吼。这个记录起来。哟、啊，啊了，2006年的台中市呢，讲举办着这个台中肉粽节啊，啊，选出来叫做金肉。肉粽安尼就金肉粽吼啊！郭金华先生当时啊，就印着这个台中市长，迄个时阵台中是吴志强做的，嗯嗯，吴志强咧做台中市市长吼啊，就伫台中咧啊，来笑这条小肉粽啊，而且担任着这个肉粽选拔赛诶，这个金肉粽的代言人安尼对，吼、嗯嗯、啊，这条、個、做啊来到家2016年就拄只讲的吼，郭、嗯、金华先生伫咧高雄市洪山区公所啊，为母赢诶。这个做啥呢？这个文化中心啊，啊来做这个重阳节演唱，而这个语言，嗯，哦演唱啦吼，啊人多笑小吧，人笑完了怎倒落去，嗯，哦倒落去啊上病一转不敌死亡安尼就对了吼，好，安尼这是这个关系到这个小肉粽啦吼，啊这咱今嘛咱就给大家听这个做雨天的版本，哦雨天的版本哈、嗯哦，嘿来好雨天，来听雨天把咱演唱小肉粽，嗯是，过来感谢谢谢感谢。
心意真困难，若无本钱做袂动，有情行为是毋通，所以暂时雨天的版本其实听起来都是轻快啊，嗯，哦，这听播都是轻快的版本哈，有、好，来，阿你甲咱介绍到这首《小肉粽》哈，来进广告，阿连你再个倒等来，感谢。来，非常的感谢哈，阿咱接下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，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。圣山喜乐星吼啊，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，这个真好的产品。